今天三千王又来啦，好范冰，那个好范冰，对每个人都不止省钱这么简单，既没有方法还能够帮助人家解决这个方法，真的很好很好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看我早上拿去什么冰块，对不对？那个还不用我们装的，哎呦，那个装了很久，因为我要弄出来融啊冰先。因为那个冰块呢，还不需要我们装水的，它本身自己装好的，它完全装好的。如果你将那个冰块完全冰了咗之后啦，腌了咗之后啦，咁咧，如果我们觉得哪里不舒服呢？头晕，对每个人说很重要。为什么？就是在我身上发生了，我才发明得到给你们。因为有一次呢，我大概几年前，当我呢头晕的时候，我吃什么东西都没办法解决那个问题，用什么方法也找不出来。后来我就觉得不妨试一下，踹一下，后来我不成功，我都没办法了，我看医生我都要看了，然后我就去冰橱拿一块冰块，那块冰块已经冰好了了，硬了了，哎呦，冰得太过了，鼓起来了，一定要给它融了冰比较好。那种冰块不用自己装水的，为什么？硬了之后，你用一条很薄的布质的衣服，将它包住来，然后怎么样啊？你放在地上，这个人躺下来，将个耳朵贴在块冰块度，这样贴，贴了咗之后呢，大概十分钟，我就转了耳朵，你不用转身也可以，放在上面也可以。冰了大概配为四五次，然后你整块冰块，然后这样将后脑压在那边，后脑压在这边，咁其他呢不怕，睡着了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后脑那个头盖骨呢是硬的，所以你不怕伤害到里面。耳朵就不一样，耳朵就比较薄，怕它你皮肤很容易冻伤了，所以我们试一下这十分钟就够了，听明白。然后我们贴个冰块，有的时候我真的夸张，贴到来睡觉一个钟头或者两个钟头，就你看，哇，真的好舒服。有的时候，当我醒了之后呢，有的时候十次，就做十次，大概有七次成功了。因为不成功呢，可能我的身体有病，或者生了点什么东西不习惯。如果你用我那个方法呢，大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应该你头晕来说，应该大概有十次，就是七八次是成功的。还有一点，我告诉你们，真的我都很惊喜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冰块呢，当我有个医生在伤感的时候，他惯性流鼻血了，一个星期可以流两天三天，哇，这样我回心伤感的时候看到那种情形，我很紧张，我就说怎么办啊，你昨天星期流完了，今天又流了，我第一次看到我医生，我也是很心痛，也是很手脚忙，很乱好乱。后来我突然间想到冰块怎么好用的东西啊，我没有发明个冰块冰耳朵头晕的，只不过我就用冰块治很多东西，慢慢先至推到治头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冰块呢，它不会冻伤我们的皮肤的，给热的东西更况好。因为在中国的北方的人，伤口啊什么东西，一般来说就用冰块来治它的。如果我们生长南方，还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没有冰块，以前买个冰橱
有病就都蛮贵，哪里负担得起？所以病床呢，比方个人很会用冰块的呢，我不找你们几张，我很快说冰块有什么好处。第一，冰块止我们的头晕。第二，如果我流鼻血的时候用什么办呢 ？OK， 也是用那个方法。有两个方法，你拿住也可以，将个冰块用的薄薄的布。为什么用薄的布呢？比较容易冷。如果没有薄的布呢，你水滴下来不舒服。咁样很薄的布质的，咁啊拿住耳朵。我的医生拿住耳朵，他我说你拿住来做功课啦，嗬。做功课，大概我身上有10 minutes 啦，10分钟啦。咁啊，然后他，咦，没有。哎呀，姨妈，你又流鼻血了！哇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我整个人，哇，我又发明了了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咁然后呢，我又另外一样东西，我又唔怕告诉你，没有发明流鼻血也可以用，头晕的时候也可以用的时候，有个好方法，什么好方法？就是因为我们呢，我可以对你们说，因为我们，皮肤痒的、瘙痒的时候，我教你。不需要包布，直接拿冰块冰住啦！哇，几约有仲要快啊！为什么？他因为皮肤不怕，不像耳朵，耳朵比较薄，呢度比较冰住啦。你能约有不用需要查的。还有我们的眼睛很厉害了哈，对，眼睛你不可以常常冰住它，你可以咁冰一下，放一下，冰一下，放一下。或者呢拿着布冰住来是这样照一点点没关系，因为眼睛呢就比较敏感的，我也不敢教你什么时间你自己control 自己控制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种东西都是我自己慢慢 try 回来的。那么如果你说冰块呢有什么好处呢？第一，我觉得他真的，我告诉很多人，有个妈妈我告诉他，他没有谢谢我，有一个他的女儿，然后我就告诉他，哎，你用我那个方法可以止头晕的。后来他说，我妈妈有用啊，你妈妈有用啊，哇，我就告诉他，我教你妈妈的，所以那个方法很管用。我就是很多人，他没有谢谢我，没关系，只不过我听到他们可以解决那个痛苦，因为头晕来说，你吃什么药？不好就是不好的，我尝试过，哇，很痛苦了，躺在地上可以睡觉睡两三天的，啊，我省钱嘛，又在家里煮饭、洗衣服，什么都要做嘛，啊，就来就这样，也躺上地上来睡觉，所以变成我呢，就没办法，好好怎么说啊？那么后来跟我可能人就很幸运啦，加上我的聪明啦，又省钱嘛。所以用那个方法来帮助自己啊！如果你觉得管用的，好，祝福你们成功。OK， 帮我赞一个赞啦。OK， 拜拜。